旧港，这个地方原本是旧港在这里。哦，原本停这边，对啊。你这边下船你就到服务中心，旧港在这里。那条船不知道干嘛，应该是工作船。对。哦。然后以前左手边这边是军港。军港。对，它现在已经没有服务了，没有军舰了。来去北上吃台南，吃红金米糕。先吹米糕，谢谢大叔请客。哎，看我们的红金有没有抓到？对，我们反正我们最后上次在那个湖口啊，就看是哪个跟习近平无线电站网络跟电视站。好，对啊。OK 啊。我问谁啊？哦，你也不算年是你的啊？你也是也不算年啊？我问当中我记了。好笑嘞！啊，我连刚我出来拢卖炸了，好吧？行。哦，阮阿青个帮忙啊，伫个转型啊嘞。那连刚来一个，来一个环岛钓鱼城，钓鱼旅程。刚刚有更秋意吗？这不知道啊，对啊，就是你那边放开就是不在意。我还没有秋意啊，我来再讲讲那。那你讲的冷在于炒面，那你讲吧。我们等一下就去阿青的下一个点。那个地方叫做双春滨海休息区。双春滨海休息区。在北门区，台南北门。Okay.然后我们就走那个西滨过去了嘛。好。我想无最近够无钱。你个够够甲无够，同款意思，你知无？你咧无行咧。但是有够着，海有较有进着海，你拢无？我跳落去游泳啊。高雄团的结束了，澎湖团啊，不是高雄团啊，
现在变高雄团的要出发了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马不停蹄的老板娘。对啊。我们回到台湾本岛，你好像又更忙了。晚上有一段都没有。没有收讯。那一段不是睡觉是最好的时候吗？对啊，然后你知道吗？一马上网络那个 LINE 啊，电话有点可怕，刚刚都要处理那些。瞬间叮叮叮叮叮叮叮。哎，那个各位，如果找老板娘的人哦，万一他没有回，不是我们不回，是因为他已经累了在睡觉了，或者已经，或者是电话中。哎，那还有一个就是，我们到的那个地方是讯号不好的，像在船上，像有时候在山里面，哦，那个因为车泊的点哦，不是要选择说啊这个讯号好不好，我们不扣点给大家。真的，我们有时候选择点，哎，这个点真的不错，我们就会在那边过一夜。真的。哦，基本上不会很久，就是顶多过一夜而已。隔天我们就会出来收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推行哦，一个地点不要待太久，因为台湾真的很美。好，那你看，我们来到了雪甲盐水啊，这是台。快速道路86了，86快速道路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现在去台南。台南的南昆新呐，在台南的一个滨海的地方，我们要去干嘛？你知道吗？去收鱼吗？对，对，收鱼哦，因为我们那个阿青啊，沿路往南的时候就架了一些哦抓海产的那个渔网啊，那个不是渔网啊，应该是说鱼笼还是什么之类的。然后这一次的目标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大沙公，大沙公，就是昂锦啊，沙公或昂锦，也有可能被收走了。哦，我们准备去看看。知道这条路线啊，我跟你儿子有骑脚踏车骑过哎、欸，我们有经过那个蓝昆森戴天府啊，台语叫蓝昆森啊，这是大叔的故乡哦，我们那个庙啊都会来这边进香，而且是从嘉义溪口乡。走路过来的，哎、欸，我们那边热闹的时候，你有去回去，有去过吗？好像一次啊，两次而已。对我讲，他没有很热闹。你们家的比较热闹，对不对？别让人逼啊，对不对？那叫做感受是不同的。哇，到了。嗯。很大件的一间庙。大不大件？对啊，我说这里有小吃可以吃吗？在200公尺处向右转，往东。到了。这间庙的历史有300多年了。300多年啊？对啊，然后那边有香客道了，而且它有四合院的那个香客道了。非常大的一间庙，这是国定古迹啊。国定。很大间哈。
走。然后稍微拜一下，之后我们买了什么？这边的南昆生名产，其实这个小鸡尾哈，到处都有。哦，像一些上次在哪里买那个也是很好吃，在无锡的鱼市场，还有。这个到处都有哈，啊，口味都不同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也不错。帅哥，我是新店。这是我们台湾的特色小吃啊。我们台湾的特色小吃，而且想要给我烧酒嘞，这拿来配酒，我就是觉得是最好的那个下酒菜，而且是配啤酒哈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还有一个。刚刚买了一个很特别的是什么？来，等一下拍，等一下再拿出来拍好了，先吃好了。好，先吃什么？先吃小酒蕾啊，等一下再来拍茶叶蛋啊，我自己拿。啊，我们喜欢这种开车哈，就是走走停停吃吃当地的特色小吃以及美食的。那我们现在要去那个收网处那边呢、啊，是一个要等到退潮了，要到那个大退潮的时候才可以下得去，又是一个夕阳行程的哈。看一下那个茶叶蛋有多大个茶叶蛋，这应该是鹅蛋哦。修等下就对了。看神仔在不在？啊，你哪在这个所在？不过说，别转台湾，转台湾钓鱼啊吼，钓到啥？钓到离岛去。哎，咱要过去金门妈祖那边，想要来钓。哎，这哎妈祖的，很多人妈祖会去钓，要不要？安排啊，去钓一下了哈。啊，这个可以钓吗？有诶、欸，我看到啊。对啊。
废弃的是指没有人的。对，它就已经没有管理。哦。所以还是有鱼就对了。它、啊、因为涨潮，它满起来啊。嗯。满到这里。哎、欸，恁较早去朋友钓鱼也是咪拢住民宿？即个算第一个困车顶就对了。还有薪水侪无？有啊。哎、欸，省的钱吼，佮买一挂鱼货就够。哦。还佫省啥？省啥物钱？我两记。哦，飞机钱跟船票其实是差不多了。嗯，这边有野狗了。哇、哦。嗯。一个向收伊哦，你哪知？你看呀，你看就对。看到你的呀？我看到啊。所以有人会来偷收就对了。那个不见，代表有人寻的。这是红树林，够强秀啊！蛇龙皮啊，够牛个！你最强鬼！哦，哦，黑帮还是个？对，牛。哦，我叫最强个我伊啊，所以是叫最强的关系。那个在吗？还在，还在。这个少一个那个蟹龙，我这个最穷歪的，穷歪的巴刀啊哈！你看破坑，破坑我看你是螃蟹夹，对，是吧？叫夹呀，是啊，你看龟甲照，嗯，所以是有重，嗯，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可能你当天或是隔天就哎两、个洞，对，我靠，哎呀，嗯，到，你看耳被吃光了吗？这么可以看。都不见了，我饭里面放两条鱼、都不见了，对，这么几条，所以这里面的生态很多哎哈，这红锦这嘛无落钓，这嘛歹钓，有啊，有钓，红破了，嘛破啊，嘛破了，嘛破，嘛破啊，不见了，鹅也不见了，也是破了，哇，表示这个活动力很强，应该是造出这个是蟹龙的哈，从歪走，我给你今晚退潮可以找。嗯，走。找的意思是说，就是在这附近看，它有可能躲在那里，或者是趴在那里，还有一个在。是啊、哦。中间直接这样找。不见了。直接这样找哦。对，在那边。不知道，那个好像也不见了。我要破沙滩。哦，这个眼力要很好，你才看得到呢。对，因为它有保护。就是变成说，他们真正在抓的人，他就是下去巡。哦，他听来对啊，那吹。他有那个保护色啊。吹坑。就不用挖，就看到就抓起来了。嗯。拉绳子。哦。绳子在这边呢、啊。哇，这个你是不是要下水去弄？哦，有嘞，哦，唔是吗？两只。有吗？你看过吗？现在还有，真的。好钱啊！下骹过一只，那唔是啊？这是那酒精，酒精嘛。可是体型蛮好的。嗯。哦。小 baby。小 baby。小 baby 放生了。你过来推，你这个。酒精嘛。有。钓一只。没卖啊 ，OK 的吧。恁八个人将一支卡都还好。是啊。哎。控八碗汤啦，无控完好无？酒精粥。哎、欸，吃啊，直接吃吃啊。因为你啥子？我唔打你啊！啊，这不是咱食迄种红蟹吗？
菜就是石笋嘛。菜锦吗？哦，确实。哎呀，好吃，哎呀。我唔捌去夹过，真唔捌去夹过。我细汉都去夹过。我们立志以后要夹夹的，夹回去这样。嗯。这个。这么大只，看到没有？如果要不，拜拜，叫你阿公来。好的。这里也不错啊，车伯钓螃蟹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好的。而且是涨潮的时候钓嘛，哈。对。先退也可以，现在也可以。嗯。它不分涨退潮，因为你退它就比较集中。嗯。因为它是躲在水里面的啊。应该很容易钓得到这里，哦。比较少人知道这种地方，哦。没有人来这边钓。OK OK。走了。哪里？回台北了。